我同你讲啊，你下次唔听话，我就打你个 pat pat。你唔吓我，我依家唔喺度，我上蚊仔。你咪新蚊仔喺边啊？我系四新蚊仔。今天呢，我要唱一首歌，哦，一首音乐啦，哦，这首音乐呢是别人的音乐，那么我就用自己的嘴巴啊，来呈现给大家，把它当做是全球暖化的一个警惕哦，就是大家要环保爱护地球，然后环保希望我们可以过得更好疫情也可以赶快过去。现在我呈现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要唱一首歌，它是一首音乐啊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就呈现给大家，因为这个是别人的音乐嘛，所以我就用自己的声音来一下，希望你们很喜欢。
你买三蚊，三蚊仔的阿边啊？快些是三蚊仔。今天呢，我要唱一首歌，一首音乐啊。这首音乐呢是别人的音乐，那么我就用自己的嘴巴来呈现给大家。把它当作是全球暖化的一个警惕哦，就是大家要环保。爱护地球，然后环保，希望我们可以过得更好，疫情也可以赶快过去。会现在我呈现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The Baba.